现在来到重庆十八区，欢迎你。搞掂未？搞掂咩？哦，租定系租定，租定系租定。免惊免惊，有麦克多大听。你说恁多大听？都订好啊，麦克弄过来，老贵啊。阿姑，阿姑，阿姑呢？对面。然后时间长点的时候，然后有个那么干。现在还继续留为我们的防空这个备用的一个啊，那边都脏啊。哎呀，这后面有人。哦。哎呀，你在那了。去外蒙的队，喂。哦，拍到你的头了，不好意思哦。OK， 干干干。我死了。好。谢谢哦，好，美女，谢谢哦。好，你说说。古色古香的感觉。哎，你要拍我前面才好看，要拍我前面才好看。拍他。哎，你的东西要给他的。哦，都贪吃鸡子了。我加到六块，唔卖我咪走咯，走咯。麦哥，电信有没？还没收在？啊？哪哪导演？这个是本清复明天地会总舵的分子。哦。麦哥，怎么讲两高的所在？讲下几年导演会做你麦讲了。这个是叫做你讲什么花园呢、啊？又荒野又花园，所以对我们来讲就叫做俩高的所在。你知道什么叫俩高吗？麦克啊，看落去个都无错错啊。嗯。对啦。哦，到达目的地。交通。
工具。这个地方走出去就是重庆的老火车站，现在这个火车站呢在改造，所以这上面呢我们大巴车来不了，我们待一会儿呢还要坐火车上去，我们大巴车还在上面接我们。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有朋友想出去看看我们大扶梯上面和下面的落差以及一个山势，想拍个照的朋友呢，我们从这边出口可以出去，外面呢就可以看到我们重庆的扶梯是爬山下山，而不是上楼下楼的感觉，而是上山跟下山的感觉。那同时呢，刚才大哥好像问我有没有卫生间哈，我们要走出去外面就有卫生间，我们也可以去上个卫生间。那我们不想走，因为这里有几个台阶我们要出去哈，要爬几个台阶。然后对面重庆两个字就是我们重庆的老火车站，我们以前从这个扶梯下来了以后就过那个桥就到了重庆的老火车站了，但这个老火车站现在在从普速列车升级为动车，所以呢整个火车站在重建，因此呢火车站没有继续使用啊。这里呢我们就能看到啊，它的位置呢就上面那一栋楼到我们现在这个脚下从山上下来的，它在我们2007年以前都是全亚洲最长的单段式扶梯，最长的啊，单段式扶梯，在2017年的时候呢，被我们中国河南给它超越了，现在它已经不是了啊。我们要上卫生间的叔叔在哪里？那个周围。那边乱追。是啊，这也是我们宋庆龄居住的老房子。但这个房子目前是在维修加固中，没有对外开放，我们只能看到外观，进不去的哈。现在我们来到重庆的洪崖洞，白天是看建筑物，晚上是建筑物加买灯光。我们是觉得晚上会比较漂亮。花岛之后，后宫选桥头，哪哪深香不是好，魂是我宫。重庆洪崖洞是最出众的，都可以上去打卡留念。白天像那个火山洞，很热，非常的热。来喽，吃火锅喽！我们在红了没啊？小天鹅花蛙传统店，重庆麻辣花蛙。我们在哪里？现在红什么？我们在小天鹅火蛙洪崖洞。哦，洪崖洞。还是两个多啊，两个多。小孙子都来不动，小猫。不是肥牛。谢谢小虾。送了一只鸡肉。这里呢，就是我们各种调味，还有麻酱都有，大家自己把自己的碗里面调上调味啊。我们火锅里面煮出来的东西还要自己有一个调味碟，调味碟在这边，根据我们自己的口味自己打。 OK OK， 弄个充电宝来。来了，我去给你扫，等一下。Thank you.
现在我们来到重庆的观音桥步行街，这是重庆最老的一条街。那这些全部都是重庆的黄色法拉利。拍照，北港村地图上拍照，拍照。